所当我们忘记密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现在把密码打乱，在锁的侧面有一个中心轴，从这个缝隙里边看里面的缺口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开始转，一边转一边找里边的小缺口。看一下啊，这个缝隙要出来了，我们把这个转到六的位置，把这个缺口转出来，然后我们转第二个，看里面的缝隙，白色的一个中心轴，看到，然后它也要转到六，然后把大缺口转出来，然后我们转第三个，看里面的白色的中心轴，这个一定要把它转出来，把它转到六的位置。来，现在啊，咱们把数字666同时加五，加五是11，我们只需要转到111的位置就行了。这样密码就解开了。你学会了吗？